朋友们，您吃过最贵的拉面是多少钱一碗呀？老李今天吃了我这辈子最贵的一碗拉面，合75块钱。哎呦我去，那叫一个心疼啊！您瞧瞧，这小师傅手法还挺娴熟，感觉这个面比国内的面要软一些啊。但是呢，也不耽误，您瞧瞧人家拉的。嘿，地道，走你，这又一碗。这面啊叫1919，原来啊在墨尔本有，今年呢在阿德开的，这是第二家。第一家我们去过，也是人山人海。这家呢开业时间不长，人也不少。您瞧，这服务员一看就是训练有素啊，你爱怎么排怎么排。哎，我就闲庭信步，慢慢悠悠，人家配合还是那么潇洒自如，就是那么自信。那大姐又盛出一碗来，瞧瞧这手法多娴熟，这一大碗呀75块呀，还行吧，一个汉堡钱。就这您还别嫌贵啊，您看看，您看看，您看看这对排的，嘿，看来啊爱吃拉面的人还是多呀，这老外也排队呢。得嘞，这75块钱的呀我得好好给他吃完喽。您琢磨琢磨，这到底是值啊，是值啊，还是值啊。